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我是范蔚晶。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36届同理杯中国围棋天元站本赛的对局，很高兴能够和丁聂六段一起为大家讲解。丁聂你好。围巾好，棋迷朋友们，大家好。那么咱们这个天元站也是中国棋界传统的赛事了。36届了，今年是。而且它是为数不多的挑战制的比赛。对，天元和名人嘛，名人也一直都是挑战赛制的。对，现在天元是谷子豪，对。应该是谷子豪是在任的天元吧。也就是说，咱们这个本赛的比赛决出一名挑战者去挑战上一届的冠军对，谷子豪九段。三番棋，对，3局2胜。对的。那么这个也是咱们这个新年过后的第一场比赛。对于很多棋手来说，对，这个是在中国棋院2楼大厅。对，反停一九段，刚才是丁浩，是我们今天现在要讲的第一盘棋，是丁浩对荣毅的对局。没错，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两盘焦点对局，这是杨鼎新九段，这是范英。由于这个疫情的影响，这个还比是赛，在线上举行。是的。好，那我们首先为大家带来的这盘棋呢，是丁浩和荣毅的。丁浩执黑这盘棋。对，可以说这个从去年开始，丁浩的这个战绩是非常的，对，让应该人可以说是，是眼前一亮。对，去年拿了3个全国冠军嘛。没错，而且晋升为九段。这个水到渠成的事儿，这是早晚的事情哈。对，因为现在这比赛都算计入到身段成绩嘛，他能拿3个冠军，肯定是会身段的，对，而且在围甲中的战绩也是非常好。对，他是杭州那个队的主将嘛，没错。那么荣毅可能，大家对他的这个影响不是那么深也是多年围甲的主力选手，深圳队的，没错，也是七段。对，荣毅七段，成绩这2年在围甲的成绩也是越来越好，没错，对，那也是咱们这个棋手的中坚力量了，算是。对，是多年的围甲主力，那么这盘棋呢是荣毅的白棋。对，丁浩黑棋，我们来看一下吧。对，按照现在这个丁浩的势头来说，我觉得荣毅应该是属于冲击的这一方。对，但是荣毅，我感觉他挺稳的，他这个对他们棋风好像也是偏稳健的，比较均衡型的棋手，但这种棋手我觉得一般都比较难对难付，对付，对，对，就是很适合拉锯战啊，对，也不容易犯错。很有韧性，然后白棋尖，黑的这边选择一大飞。这个大飞比较少见哦，一般拆二比较多现在。2多吗？我以为是拆3呢。拆2，反正感觉都很常见吧，都很普通。大飞以前好像的理解是有点担心 B 柱，是吧？这棋形感觉上再补效率不高，不补是的的，话好像有弱点。但是 AI 我记得就类似于这样的棋形 AI。之前看好像都推荐这个拆得比较远，拆得更远一些，对，但这大飞应该，我感觉是应该都差不多吧，对，胜负不在此处。对，大飞它就是强调下一手可能从这地方逼过去能形成一个比较好的形状，比如说这逼完之后，这地方一手，这个配合就看上去就很不错，这是一个宝塔的形状，对，感觉就效率也比较。高，很舒服，有高低配合，对，可能比这个拆2、拆3啊，下一手棋在这条边上的发展来说，可能会下一步会更好一点。但是同样它的弱点也很明显，也就是说这手棋其实放大了这地方的价值。有6B 吧。是这个意思。好，那接下来白棋没有跟着下啊，而白是在这棋里，是先挂角。选择了挂角。守一个。然后还是去点个3-3。
白棋这战略，容易是白棋吧？对。是不是比较有针对性？一上来一个星，不，一个小目三三，嗯。然后点个三三，感觉上好像，反正自己没给留给黑棋点三三的机会。啊，是不是还是比较偏重于实实地？地，对，好像拼实地拼得比较凶。也是体现了他的一点风格。先捞后血，或者是，反正现在棋手还是爱实地的比较多一些。好，那黑棋是选择了挡在了这边。对，这个大家就都非常熟悉了。这个定但是式。选择飞的。白棋顶完班。实战是下了一个十字的那个定式，黑棋马上就搬完段。对，这也是局部比较常见的定式之一了。那接下来白棋是是，吃，那哎，白棋转吃身这的，个也有啊，也是可以的，这也是一种定式。但是吃这个呢，就把棋子转到上边的一种选择。这个定式还很常见。而且白棋是不是现在争子有利，所以他更倾向于选择这个？对，甄子不利，好像不能这么下吧？有点亏。那就是不能嘛，亏了肯定不能接受啊。对，这个定式大家确实要注意。刚才说到这甄子问题，甄子不利的话，甄子不利应该可以搬这个吧？也有这种这作个战是的菜。能下，那也就是说甄子不利也能操作。啊，就是以前我们记得定式都是飞这个。所以说这个甄子很重要，这个如果被甄死，这白棋肯定是有点亏。这黑的太舒服了，以前定是这样嘛。对，如果争子不利的情况对，下，黑棋，黑棋是飞一手。对，那实战的下法之前有出现过吗？很少见啊，我是没有见过，对，我主要是不读书不看报不知类道是型，不是最近打谱少的原因，实战这个容易是大飞，但这个肯定是有研究的，它不可能是心血来潮下出来的。没错，对，虽然有备而来，我之前确实也没见过，但肯定是，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见过的，对，有研究的。黑棋如果打的话，白棋一样还是长出来。对，你争不死我，你争我肯定是不像好棋吧，显得有点俗。因为我下一手长多半是先手的权利，这个子有点怪，有点帮白棋走棋的感觉。对，因为我们知道定式飞黑的也是飞嘛，如果白棋大飞，黑棋也飞这个，白棋可能就觉得他这个速度快，我有点理解他的意思，可能就这样脱先会好一点，因为这样的话黑棋飞过来以后，这地方黑棋走这个。是黑棋的一个后续的手段，对白棋上方这个定式还是有一定的压迫性的。走这好像生存环境会好一些。你再逼我，我的眼位各方面好像都明显要好。看起来是这样，我觉得可有能道理。是这么理解的吧。有道理。对，所以黑棋可能也不肯这么下了。黑棋如果这么下，白的肯定就脱先了。所以黑棋实战下的也好紧凑啊。对，很直接。这个靠，对，其实这个白棋这个大飞跟小飞唯一的就是这个地方差别还是有点大的，好像黑因为棋只有靠。就是靠，得靠吧？如果不靠这个，好像怎么看都觉得白棋大飞比小飞好。这样，好像是看半天是觉得白棋大飞是挺好的，也就所是说黑以，棋这个靠是针对性的一手。直接出击了，选择。也只有搬这个吧。就搬这个。然后黑棋是选择了连扳。选择了上扳，这棋也不知道能不能挖，因为挖，首先你挖到也不知道便宜也不不见便得宜，便宜有没有可能挖不到？不知道这棋有没有你要可能铺有没有这种可能性铺一个。铺一个看起来还是挺紧凑的，因为现在黑棋没有劫嘛，只能提。对，打因的为时你不候，可能长嘛，长我提掉就一样的，你就等于你白扑了我一下，对，只能提出其无解。但这个棋，问题是你打我肯定还是要跑的，我不会给你吃掉，对。你粘也不好意思粘。如果可以粘回去，这个棋形还是有一点点凝重的那不粘被我提一下，也
也轻不到哪儿去，也很凝重。对，所以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黑起来？好像黑的不行，我觉得好像这铺挺好的。嗯，铺一个，有点怕这个铺吧。嗯，确实比较难想到。这个词好像副作用啊，就是我让你在这多一个，这个词是副作用。对，这个或许就是他的准备啊。嗯，对，所以黑棋，我们这样看这棋实战下其实挺有必然性的。正好也不能挖，不能挖的话呢，搬这个应该是。比较好想到的，嗯，然后这个时候，嗯，那实战就打一下，对，因为你如果先再长的话，这个就可以挖了，就、这个再挖白棋就不舒服了，嗯，挖粘主要也不好补，这是个鱼形，脚上被扳，将来还很难受，嗯，所以这变成一个要点，这必须得防一下，必须得打掉一下，然后退，嗯。然后黑棋继续再压，对，很紧凑啊，嗯嗯，再压白的势必是要反击的，对，这再推就显得有点软了，嗯，扳起来，扳起来，嗯，然后黑棋马上就断了，对，对，就这个断之后的下法其实挺值得咱们棋友大家学习的，嗯，它其实断不是为了跟白棋战斗。哦、是做好的去被吃的准备，嗯，就是送你吃的，我这次对对，送你吃的，就是、但是给你留下一些借用和味道。哦，那他获得什么好处呢？嗯、我们一会儿就可以看到。好，这棋牌要吃黑棋，肯定就嗯，把你打到二线上，打到二线，这是咱们狮子技巧。对，把对方然后黑棋一线上改，就拐啊、嗯，那我就尝。看上去好像是一种好像要爬二路做活的样子。对。但是这肯定是不能，好像爬、活也活不了，爬也不够，白棋可以扳住，嗯，对，爬半天六个，爬半天还不够，对，那他为什么还要爬呢？就是说这个棋不能让对手吃的太干净。嗯、我们看实战的操作啊，他当然拐完打先手，嗯，然后打了压过来，哦，这么简单的处理吗？对，他就是这几个子看成一种交换，嗯。因为没有这几个子，我们看从这个段开始，本来直接他也想搬了压，嗯，那直接搬了压的话呢，白棋的棋形是长成这样的，嗯，那这个白棋本身也抬在四路，这本身就是白棋的空，所以他断几个实控上其实是不损的，哦，而这样的话呢，白棋的味道是非常干净的，嗯，没有任何的这边黑棋全都是后手了，没有任何的借用了，你再走什么对白棋影响都不大。是的，但经过实战的这几手交换啊，嗯，断打这几手棋，拐长，对，然后打了压。首先这个压呢，白棋这个棋形啊也是不能脱先的，嗯，如果脱先的话，黑棋有一个顶的手筋，哦，这有点扛不住啊。对，这个白棋只能是让他一下子，结果就退回来就封住了，跳都行。这个白的一下子，不，这太大了。嗯，这个你还得拐吧，你不拐就被我夹一下，直接就吐了。我长也行，或者我脱鞋，我已经便宜很多了。嗯嗯，白棋这个头进去了，太瘪了。所以实战呢，白棋还是得补一手，补在这儿啊，补一个是正常分寸吧，我们比较容易想到的。但是就这个其实也就从这个段开始啊，不断跟直接扳他的手数是相同的，嗯，也是黑棋获得了一个先手，那我们跟刚才直接扳相比较而言，黑棋将来这地方就有很多文章可做呀。哦，其实就相当于刚才压成这样，然后白棋跳，然后黑棋断两下之后，断了几个交换嘛，哎，这一下就这三个字交换、哎，这里就变成有先手了。对，我将来有先手有点、嗯，哪怕我上面走过来，总之白棋多多少少还有点顾忌的地方。嗯，哪怕说这个万一形成了劫针，这样我也有很多好的劫材。哎，对，刚才那样下白棋超级厚，完全一个劫都没有，对，什么都没有。所以呢，这是下棋当中的一种比较高级的一种战术啊，就是职业棋手他主动选择弃子的一个思路。嗯，这个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对，这是。是便宜了这一串，嗯，弃掉之后是便宜的，嗯。然后黑棋是，黑棋应该是围了一个，嗯，对，走在了这样的一个悬点，嗯，看上去蛮嚣张的一个悬点。对，这个我记得以前围控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讲过，就是这个围控的分寸，嗯，但是我觉得可能不一定。
准确啊，但是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个思路，就是找你这个自身的这个两个头，对，它这个可能是看到这儿，哎，这个头跟这个头的一个中间点选了一个。哦，看来咱们都是科班出身啊。哦，都是学的这个吗？不是，我好像不是这么学的，但是这个理论是这样的，是这样没错。但是我记得我们老师跟我说的是，倾销的时候要怎么去判断？哦，我怎么往里调？要找到对方模样的两个头的中间点，那样调，那是这个分寸是安全系数和这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地方。你走深了容易危险，你走浅了可能效果不佳。这么说的话是往里调，唯有这个道理。但是围棋不还讲究这个敌之要点就是我的要点吗？对，所以我觉得反过来也是通的。是的，应该也是这个道理。对，我在往里围可能就围少了，我在往外围就中间会出现很明显的那种漏洞。对，但是就说这个围，它这地方好像还有点薄，有稍微有点介右，但暂时好像应该也问题不大。其实这步棋如果能成控，我是觉得效率相当的高。这很高啊，这白的能接受吗？这么所以这步棋的选点还好吗？能围住就是好哦，如果能围住我觉得还是很好。我就是觉得 AI 出来之后其实对大家这种围控或者补棋的手段的效率的提升好像都挺有启发的。有很多以前的定式现在被淘汰的原因都是因为补真子的时候，以前我们总觉得提调干净对，一些基本的定式是 AI， 我看很多 AI 的补法就比较天马行空补在尽量的往外，外的很多，有时候甚至于往中间就扔一个好像确实是效率会好一点，比较积极的下法，更追求效率了。那么这个接下来白棋这步棋也是下的，似乎是不管你这个黑棋这边怎么操作了，反正我是稳健一子啊。所以我们刚才说，容易风格其实挺稳健的，我觉得。很扎实，也很难说找到他明显的破绽给他打倒。这个不着急，要是我你的话就着急了。可以，我给你拼了那从一开始你就觉得黑棋围的太大了，或者说我先跳起来至少是吗？对吧？就走这个，他不担心黑棋继续围吗？我是觉得都围上好大呀。是黑棋如果点过来怎么样呢？说句实话，我点过来我是觉得不能挡的。那我觉得要我肯定只我哎呀，那我还是觉得有便宜我先收下。那我战斗嘛。走，我再爬一下。还爬我。对呀，我要爬。挡一下。那走火你要把我杀了。没有这个意思，不敢不敢。我一般都害怕女棋手杀棋。没有，不敢不敢，只是我之后看看是挺危险的。我主要觉得你有点害怕了。对，好像因为我本来想搬被你搬完一照跳的话压一压怎么感觉确实挺危险的。你就下得有道理是吗？白的好像不太好这样。那我觉得不能挡这棋，我不管怎么样，我始终觉得这不能挡嘛。这个这，因为围棋的效率大概大家棋下多了，有心里有一个正常的分寸嘛。我们一般控围在三路四路是合理的，对吧？这个你说这个一二三围在七路就围住了，那他效率有点太高了，太胖了，膨胀。对，确实有点膨胀，因为太高了。高高大大的，这确实有点太大了。但是刚才跳出来我又摆不赢你，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感觉黑棋好像主动一些。但是我觉得实战黑棋的这种下法好像想要更进一步的意思。他好像也没有强求说他是要往这靠。对，他没有强求说一定要把这控围住。或者说通过这个过程当中某种转换他也觉得可以接受。这个看上去是比这个更紧凑的下法。想围。对。还是。但其实你这个我倒觉得挺简明的。挺好。简单至真。点了压过来也挺好的。这个的话确实也不能期待白棋说
再跟着退吧。嗯，期待肯定是期待的，但是人家肯定不会退。嗯，这样他再长就舒服多了。对，便宜的更多。嗯，反正那又压到了。嗯，对。围起来更保险了。是的。那白棋其实也只有搬这一种，如果搬这个的话，反搬。反搬，嗯，贞子、这个、白棋贞子不利，你打了吃这个，这个被蒸了你不行。嗯，搬下、这个。所以这棋形白的被搬下来不好搬。嗯。所以也就只能搬这个了。嗯。退这个也显得软一点，嗯、只能搬这个。对。是。嗯。然后黑棋再搬完了连搬。嗯。嗯，这个好像也是这个靠之后的一个常用的后续，也就这个场合才常用吧。哦，如果没有配合的情况下，那我现在可以打这个把自己空围住，这常用吗？这不常用吧。哦，哎，可是我觉得他这个好像跟我这个点比起来不如，是吧？不敢这么说，倒是。那他自己更厚了。嗯，是，我还是觉得点肯定是白棋不能挡。嗯，但跳出来刚才挡下来，我可能白的不是特别，我可能这个下法走完白的作战有点被动，我可能先不搬，先这地方腾挪两下之类的啊。啊，他这个就如果能这样，他这个厚啊，他这个保险系数，这太大了，这白的。白的虽然两条边，但这两条边我感觉加起来应该都没这个大。嗯嗯，白棋是比较扁的，虽然它够长，嗯，但它比较扁，可以看出来黑的效率还是明显黑的高。嗯、对，但是就说这个下法，我是觉得比较场合性的一个下法、哦、并不是说很常见。嗯，得有配合。常见的下法我觉得这个是搬这个的，这个常见。嗯，对对对，这个我往下搬是比较合理的。嗯，破控。他这个是因为上方价值大，嗯，他不怕你去捞实地。嗯，他如果能搬到，比如说实战白棋推这个，他搬到了，那他是肯定是便宜的。嗯，对，我是觉得这个棋形好像挺常见吗？不常见，搬不不是，就是这种形状连搬下。哦，对呀、啊，就说他比常见棋形多搬到一下。嗯，很舒服、啊。那还是有便宜。嗯，对，黑的这个肯定是有便宜的。是，对，但像这样的话，他搬下来了。嗯，白棋选择转身，那只能转了。再硬不能再退缩，是不是有点显得自身有点太重复了？这再硬，对，效率太低了。这再硬，这，嗯，一坨。这边如果打呢？打粘上。嗯，如果打完打呢？打完打这个，我觉得黑棋已经是一种幸福的烦恼了。嗯，我只想跑，就是走什么都行，是吧？能跑，我不想跑，我就飞回来。哦，跟刚才意思差不多嘛。嗯，刚才咱不是摆了一个打了粘的图嘛。嗯，你退一个，看上去效率高一点，但是你这地方的味道，你比刚才要差很多呀。嗯，也不见得便宜，以后将来这肯定没吃住，有棋的。嗯，所以黑棋这个跟这个也有点像，走两个也。弃了也可以，嗯，要有这种灵活的思路。对，黑的只要把这围住，其实就很满意。嗯，抓住这个大的方向。对，所以实战白棋也是抓了个大方向，但实控还是有点亏。嗯，确实。嗯，实战白棋是选择这个，它正好贞子有利。对，你别说黑棋子儿多归子儿多，这个这条路线留出来正好贞子，贞子有利。嗯，但是。实战我是觉得丁浩下的确实也很好、嗯、那这个这种棋啊确实是大家都去学习学习这种下法。嗯，一边围控一边引针，这个就很高级啊。嗯，这边白棋的问题感觉是有点慢，对，太重了、嗯、我们可以看到白棋的子啊都是集中在一起的、嗯、啊一起，而且没有目数，就是他拔了一朵花，但这朵花呢、嗯、好像这多了两个就已经这个效率已经下降了，效率本身不是很高，而且主要是黑棋现在他这打一个之后，嗯，打一个之后我们看到下边这块棋不是一个受攻的棋形，嗯，黑的如果是很好处理活的，然后这地方呢也糊住了，那这朵花它就很尴尬，嗯，它基本上起不到什么太大的作用，就感觉有种两边都被黑棋走到的一种感觉啊、
黑棋在围控的时候还把你这条边给你破了。嗯，那确实是这样。那白棋的实地，你说走着走实地就剩这条了。那你这条跟我没法比啊。嗯，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是觉得黑棋更积极一些，效率会显得更高。哦，嗯，确实感觉上黑棋要主动一些。嗯，那白棋其实提了一朵花之后，在这一边整体它现在只剩下了后。哦，那也还得好好的利用一下他这个后，利用一下，得想想办法。对，不能看着黑棋这样糊住了。是，这个棋形相对来说还是薄一些。嗯，所以这个时候白棋哎，要来抓黑棋的问题了。嗯，这也是冲击黑棋棋形的一个薄位，因为眼见的这个我们他肯定是先算一下黑棋挡成不成立。对，嗯，很妙，直接就跨下来。啊我也就不装了，我以为顶了扳嘛，啊，大家可能比较容易想到的。那我是不是力打完挡嘛？对，因为它这个花现在有一个好处，这地方连上可厚了啊，哦！你加不死我，也争不死我。这样黑的不行。嗯嗯，这样的话，黑棋脚上就被吃了。嗯嗯，所以它就是飞的时候挡不住了。嗯。嗯，对，这个地方我觉得又是很值得我们学习了。我看到这个飞的时候，我就感觉这黑的怎么办呀？下一步就是，这个棋形很常见的，啊哦，这个，因为有很多时候是跳的，我们把这些拿掉，哎，比如说跳，对对对，跳这个棋一照就会有一个尖，就会有一个尖的下巴，所以这种，这个小飞配大飞的棋形，其实在对仗中很多时候会出现，哦，大家就要注意这有一个钻，啊，嗯，能往这钻的棋形的一个手段。这步棋还挺严厉的。对对对，哦，这个飞一个。对，正在我就是在想这个黑棋怎么办呢，嗯？我就觉得这个黑棋走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不是很好走，因为防住的。我说棋，嗯，有可能会说，那我退一步，嗯，我别那么硬，哎，你好像还是有点东西。对你挡的话，这就被夹了。对你挡我一夹，嗯，这地方还是联络有问题，所以保险起见，可能就只能走这个。嗯，那这地方走这个，我像比如说点一点啊，这地方的突破口还是存在的。嗯，是的，这个棋形并没有说封住。嗯，所以我们这地方可以学习一下看丁浩的思路。对，这个非常好的思路，嗯，就是走不好的地方，我们就不要走了。嗯啊，接下来。这个黑棋在这个地方又抢了一步，这步棋也是非常大。对，就是我不好下了，很灵活，他直接继续去抢大场。嗯，这个当然是眼见的好点了。嗯，本身这块棋没有完全安定，他有根据地做活，然后同时还威胁白棋，本身目数也是一个大场的价值。嗯，就是说呢，咱们棋友下棋有时候太会跟着对方的思路去进行。对对对。有时候所以看高手很多时候脱先的意识啊是非常的强烈的。嗯，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不光是棋友，就是像我这个水平的人，嗯，也有的时候下下就忘了。也有时候。就是，沉浸式的在一个局部当中思考。对。计算。或者也就是说，哦，有时候就走到一个误区，就是我的东西我是不能被破的。哦。就有时候就有这种心理，嗯，我辛辛苦苦围半天了你钻我。那我就只能想我怎么样守住。嗯，对。有时候就是我们换个角度说说我不守了，对不对？你破当然可以破，但你也不能把我全破光。嗯，你破我一部分，我在外面如果能把这一部分弥补回来，我也没亏啊。嗯，这是一种思路。有时候就眼见不得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我失去了，我就很难受。对对对，是这样的。其实不是，都没有看到自己也拥有了别人的东西。对就看到你去外面走，你还能拥有新的东西。嗯，你失去的但是你得到更多，你其实是值得做这笔交易的。嗯，咱们得有这种灵活的思路。嗯，啊。就对，就是控不见得一定要一味的去死守。嗯，关键是要时刻提醒自己，嗯，不要把这件事情给忘记。嗯，时刻脑子都是脱先，脱先两个字。对对对对，先看能不能脱先。嗯，对，当然争先手。他这个棋呢，确实也有不好硬的因素在里边。嗯，硬起来比较麻。嗯，特别是遇到这种硬不好的时候，如果没有死活问题，确实推荐大家可以脱先啊。对，脱先。是，然后白棋，嗯，贴出来。对，就脱先。嗯，双方，那黑的就更不走了。嗯，然后黑的又飞，各走各的。对，这个就是我们常说一个词叫契合嘛。啊，嗯，契合哪来的？就是双方脱先意识其实都很强。是，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对，达不成这个就只能是
各走各的了。是，这个也是两位棋手这个针锋相对的，这样一个气势的一个体现。但是这有没有感觉，就是黑棋就明显是速度更快。黑棋的招招棋都走在木上，白棋是冲进来了，但是白棋就是单纯的破黑棋的空嘛。但本身这地方自己的棋的形状啊，效率真的很一般。就是太重复了。对，黑棋这两步棋确实都是价值非常大的，永远是非常大的地方。所以我觉得黑棋这个思路还是完全可以。这个他们这个棋肯定也是经过判断了啊。白棋现在赶紧，刚说着他这个棋只有厚重没有目数的时候，赶紧来把这个角夺走，来掏角。但我也不知道现在掏角这角大还是这个边大，反正实战倒是一种转换。掏角黑的肯定不会搬下去了，太没这没意义，白的这都厚的不行了，就拐一个。白棋这个爬一下不便宜吗？这时候爬这个。爬我是能顶吗？顶被你断死了是吧？好像能顶。那可能就是如果这样的话白棋好像不一定便宜，因为黑棋刚好有虎一个先手是吧？白也是搬了嘛，就先虎。但虎我只能是硬的，那我就留着，我也不见得搬下去啊。我先留一下就拆。这样目数上白棋不一定便宜。这不便宜，这有可能走薄了，因为搬下去之后这没眼，将来中间万一整块棋，因为你这块棋还得跑嘛，跑过来这块还没虎，一会儿走走。对，那这样确实刚好凑白黑棋这边一个虎。凑了个虎头，如果你不能断，肯定不便宜。断的话，黑棋断我是不是立？断我立的。断也感觉白棋有点勉强。杀不过了，挡被扳死了。对。这白的不行，黑的这不是搬粘，搬粘被立了啊，黑的立着手。所以黑棋是可以顶住的，原来不便宜。那他的选择没有问题。那这样的话，我是觉得这个角有边大嘛，走成这样，黑的然后回头就把这围住了。你觉得这个点角不见得便宜是吧？我是觉得从整体上来看，黑棋的效率真的还是很高。白棋虽然往里冲了点，但是基本盘并没有动，黑的都还在围住了，然后黑棋又抢了两个大场。感觉上黑棋该走的都走到了，我是觉得黑的这样，黑的时空明显是要好吧。当然这中间应该没围住啊，白棋将来有手段，这种地方靠你应该是杀不了我，这地方有个口子是可以钻进去的。并没有完全围住，围住了下边。对。这个时候白棋是选择打入。挺拼的，这个也是寻找头绪的一种手段，我觉得。正常下他是不是觉得意识到自己的实地不太好，形势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不是很乐观。所以这下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积极一些。寻找头绪了。也是一种整形的手段吧。不过黑棋接下来这几手棋倒也确实挺敢下的。贴。反正咱们过去学的这个不肯肯定是不肯，但是他下出来了。实用，比较实战的下法。也是这个场合吧。这个让我想起了那个丈河三妙手的这种形状。鱼形妙手。对对对。妙倒也谈不上有多妙嘛。但是就是你想不到吧。不是想不到，可能小时候被老师说你这么下可能是要挨揍的。对，有一种惯性。就是认为这种形状是不好看的。亏效率不高。但事实上这盘棋来说不一定。因为他把你吃了嘛。这样白的还是不能再跑了。比较实用的一种手段，比较实战这下法。那么这个白棋接下来胡，这个就是棋形整一下形，其实是就不断白的不断，这个字也不敢动。因为穿象眼形状也不好动。对，
那也正常吧，正常分寸，可能就是走一走黑的再补一下。嗯，因为这边肯定比这边大，白棋不能从这儿贴出来。转换不行，转换白的肯定不能接受。嗯，所以白棋其实就是依靠这个子，在这个地方整了一下形，接下来他飞了下去。一顿操作，对，就接下来这一顿操作怎么样呢？抓住黑棋棋形的弱点，看上去还是挺犀利的，但是整体上，我是觉得黑的也不怕，白棋是期望黑棋打回去，然后他能打到这一下就有眼了，对对，那黑的还是要长的，那么黑白棋，对，这是白棋飞的时候就想好的一系列的一个整体的计算啊，黑棋这个下法也是非常的，只能吃了。这样呢，白棋就先手把黑棋给打穿了。但是白棋也有付出的代价，就是这个脚上这木被挺过去，眼位木数还是亏了些。黑的这还有几个扳过，就算是一种转换吧。白棋把黑棋打穿了，黑棋呢，其实这两个子还是挺有活力的。虽然穿了，但整体白棋还是一个孤棋的一个状态。所以黑棋这个长进去的这个下法还是比较果断的，可以，黑的本身木数没少，黑的我现在这脚里还也有七八木棋，本来这块棋点木也就七八木，黑的实控并没有受损。我就是一直挺替白棋这个效率这个木数担忧的，就感觉白棋控不太够。我感觉黑棋实控要好一点点吧。主要是这个局部是不是白棋的手数有点太多了？就从主要还我觉得从进程上来看，从进程上来看，黑棋的抢占大场的速度，整个进程黑棋下的明显要更实惠。那么白棋现在还要继续的把这块棋给，其实这块棋虽然说打穿了，但它其实还是一块薄棋，没活呀，就是没活呀，不能把它看作是后事啊。黑棋跳，那就又落一后手了。等于说白棋后手补活。黑棋快，黑棋快速的把这个边给占了。也是因为根据这配合，黑棋又摆了一个立二拆三的棋形。黑棋就很清楚，他招招棋都走在木上。对，你看下一步棋又是如你所说。对，这个口子封住肯定是。就围控嘛，就实惠，实实在在套进去一块控没了。而且接下来像这个地方这一走不就回来了吗？黑棋这个回来之后顶先手再一冲，你又留下了。对，一步接一步的都有收获。这个棋白棋有点难受啊。就是，我是觉得白棋就是控不够，现在这些黑的下的很流畅。那白的控招招在木上，现在就是有最后一个，我觉得白棋不能让黑棋把这块控彻底全围住。你把这个口子封住了，但这地方还有钻啊。得稍微得进去一下，就如果再被黑棋这么来一个，这棋控肯定是不太够了。因为眼见的黑棋这块肯定比你这块大，那我还有这三块，你就只剩。看上去好像就比我差很多的样子，有点瘦。对，所以这地方白棋要想办法吧，我觉得。他显然是听到了你的这个说法了啊。咱们这个高手也是判断形势还是很清楚的。对，这个确实全盘也没什么别的大的，对，可能得进去。没有什么可以争夺的地方了，至少这个地方还是看不清的。而且这地方走完之后呢，就说棋盘。变数还会变多一些，变大。如果这地方再被黑棋围一个，就全盘都定型了。都定完型之后，作为劣势的这一方，就连释放胜负手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劣势下呢，咱们要去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想办法让棋盘变化变多，让棋盘不确定性增加。对，至少你把这个地方的目数破了的话。能下的棋又变了很多了，这地方就因为黑棋还是有些保卫嘛，黑棋怎么围其实比较头疼。白棋这个有就往里钻，对，你看黑棋不知道怎么围的时候又脱线了，又脱线了。对，所以今天丁浩就是告诉大家、给我们上了一课。对，不会下的地方呢你就先放放，不着急，棋争一招先呢。然后他没有管自己的这个问题，而是直接，有种感觉他在释放胜负手。对，对，
但其实这个就是说他这个直接来挑衅别人了，他就是计算的比较有自信，比较准确。嗯，他不是没把握的放胜负手啊，这个棋我觉得黑棋优势还是有的。嗯，他就是有把握的，他这个走两下不会亏。嗯，那白棋怎么样也得往外搬，你往里搬更麻烦。嗯，你越守越守不住。哎，你往里搬我反而来劲儿了。哦，这个确实是很难守，这边有打，这边有打，这直接就漏了，就这个空被打穿了。哦，嗯，已经是漏了。嗯，到处都是有，有时候你越准备的，越是想逃避，越是逃避不了。嗯嗯。白棋搬，黑棋断，那这个地方其实双方是达成了共识。如果白棋这个地方也有，是不是战斗是不是也有可能长起来？长我他要进去，我的天哪！我尖不会是后手吧？有点害怕，感觉只能拐。那虎应该也不会是后手吧？这个我觉得你应该是，你就拐死我了，我这活不了了。我觉得你有点危险。有可能。然后我不，我先贴，毕竟我现在形势不好，我贴一下再虎就行了。我贴你扳我头的时候我再虎，这怎么能虎到？这怎么不让我虎到？我有点有点说不过去了。我这样肯定是能虎到的。嗯，好，那就让你虎到。那我总有办法活了，我这下法多。你可以再使出这个。我不用吗？我靠你挖断我这打了挡先手，就很舒服了。也可以啊。那白棋这个，如果这个空再被破了的话，真的是没什么地方可以争胜。主要你被我破了，你没收获，你肯定不行，你白破呢。嗯。所以这个地方也是达成共识了，白棋是实战师，应该只能搬外面，应该也只能搬。然后黑棋相当于是走一个调子啊，有个借用。天元战应该是慢棋吧？对，是慢棋。每方两个半小时，然后五分钟，五次一分钟读秒。是的，是属于慢棋赛。时间比较充裕。嗯，这是黑棋，应该便宜了。先手，嗯。你看黑棋先手走几个便宜之后，他其实现在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地方可下，他都不跟着你走。对啊。都不回来围。要是我的话，我真的想围一个。对，可能就是不知道怎么，我随便来一个。啊，对对对，那他是，这跳了一个，又在这跳一个，哦，也不去围。对，我觉得他是不是啊？他这里多了几个子之后，他对于白棋这块棋还有点想法呢。将来就来跳了尝一下。对对对，是有想法。会不会？确实。毕竟下面白棋也没有眼。不，他是因为有这块棋的想法存在，他也觉得你也不能大胆再往里去。哦，你再往里去，你这两块我中间给你切开，你真的，我觉得真的很危险的。那么其实就是由于黑这个白棋这块棋还不活的情况下，这边白棋就不敢造次了。对，所以他这个不担心，不是说我一定要围一手什么的，他这个觉得他是，有威慑力的。对，他可以先攻攻看，看攻击的棋形，具体的情况他再看具体怎么围。因为你如果发狠往里钻的话，那只能不给你面子，你是过分的。嗯，是。所以他不怕。好，那棋我觉得黑棋想想还很好。这个想法也不错哈。然后白棋点。那现在这个形势对白棋不利，白棋自然还是要挑衅的嘛。点肯定是搅乱局势嘛，拼嘛。那这个棋这下没点到，第一感确实也是有点意外。有点意外。黑棋也是。我一直以为这就算，这就是对手权力就给了，点一下也没什么关系嘛。这个他便宜一下应该的。这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反击的意识啊，确实是强。灵活。这又不给你点到，他真的一会儿要来点死你。是啊是啊。而且对他来说，其实他的基本空是在这儿。这是不影响的。响那白棋如果去吃黑棋这两个的话，这块这个本身价值就不大，其实纯粹的只是个棋精。那这一块白棋确实是要危险，真的有点危险。越走越危险了。白棋搬，黑棋搬，白棋长，黑棋跳。黑棋就没想过要战。对，这两个它其实是
不准备要的。看你表现了，嗯，是，可以弃。白棋贴，黑棋贴，白棋挖，嗯。嗯，局部好像黑的不好走了，不好连了，因为这还牵得长，已经就连不上了。对，嗯，所以黑棋就算了。嗯，黑棋这个不想打掉吗？我很想打。嗯，他有更大的阴谋。哦，嗯，真的吗？他这地方有阴谋。哦，他没打这下，他确实有。真的吗？有他的后续。我不敢相信。嗯。他这地方没打白棋就长出来、嗯、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棋形。然后他这个时候他这个冲断心情有点搞坏了。哦、这是个什么情况呀？白的我不知道白的是不是有点没注意这地方啊、嗯、确实这冲断不知道怎么弄。嗯，首先啊这个白棋是不能在这儿吃的，这个明显是黑棋官子便宜了。有点明显。就是便宜多了嘛，但他好像我刚看好像确实也没棋就粘一下啊、哦，对，粘一下，或者说你打到一下嘛，你打到一下，哦，打到一下不行，打不见得便宜、啊，这边还差了啊，不就黑棋，我也不见得是粘，我有可能本人就是应该粘这个的哦、嗯，对，哦，那这样，对对对，这样黑棋白多了一个粘，你得补回去，就是已经是这地方白亏一手棋了，基本上、嗯、黑棋这地方目数大概得便宜个将近一个贴目，对，就吃这个已经很忍了。所以这个地方白棋不能忍，因为不够 啊，忍了被黑棋这再搓一把。那么白棋是得粘在这儿了啊，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其实白棋没法动的，嗯，你打粘，你总还是要粘回去的，啊、嗯，对，所以黑的先动手嘛，嗯。但是这个时候黑棋你粘这个被黑棋这一打，嗯，我刚才粗粗看一眼，这里边味道有点浓厚。哦，它浓厚到底有没有棋呢？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有便宜，至少是有便宜。啊、哦，这个不好硬啊。嗯，我们来看一下，应该只能拐。我如果提的话，我打一下应该不亏。哦，粘。我这是。给你一挤、哦、我只能拐下去，我再一冲，这个形状好像吐了，死了，不是吐了，棋筋没了。哦，这连不上了呀，这个、这被一吃就没有气了，这已经炸了。那我是绝对不能提这个的，不能提，棋被打完一挤已经炸了、哦、是的，嗯，只能拐，必须拐，嗯，拐，那么这个黑棋，黑棋这先一打，我看这黑棋这一层操作呀、嗯，我就觉得白棋，白棋要吐血了。我啊，打完之后他还是一挤，这刚才我们看这地方挤一个就是气的要点，一个妙手，啊、这一挤，挤你没棋下，你不能拐下去，拐下去好像他冲这个，又扎了，白棋棋筋又掉了，是，对吧？这俩棋筋掉了。嗯，粘被一断，对，就不行了，冲不行。嗯，这一挤的时候呢，这基本上实战属于一本道命令型，白的也只能提。嗯，然后黑的打吃，粘上之后，这一冲，这个就直接把白棋生生给，不光是断开的问题啊。那脚不是你这还有你是可以连、哎、你现在是可以连，但问题你连的话呢，这地方被下面还有活棋啊，这地方被打完一打，哇、哦、这个一做眼活了，而且我活了，这个白棋扑进来咱们就别想了啊、嗯、扑进来这个打劫全世界找不出这个打劫，你打出这个带响的，你还没活，你还没活，黑棋变成了先手活，这个对，你还得去做活，这个不行。我再把我这连回来，或者我这补一个，这怎么着活了？白棋已经就走远了，就空全没了、哦。天哪，这个黑棋好阴险哦！从这儿开始没有，人家下的好，这不叫阴险，人家下的妙，黑棋好妙哦。哦，黑棋好妙，这个确实我们没有想到，这个白棋刚才感觉上是那么厚的一块棋。就这个空已经不是那么多了，看起来、嗯、是不是、嗯、感觉已经被黑棋压缩了一层之后，里面居然还有棋。对，所以这就是你看之前他为什么不说、哦、哎打一下不是明显便宜吗？那不是我吗？对，我就说他里边有阴谋。太天真了。他里边对这个棋形还是有、哦、
很敏锐，就是说丁浩这地方对棋形弱点抓得很敏锐。哎呀，那早知道白棋就把它断死算了，不尝这个。嗯，不然这个断死是不是还有棋？断死有可能也有棋，因为他得打变先手，说不定只能粘这个。对，只能粘，那就感觉效率又差一点。哎呀，这个棋看着有点心痛啊，怎么变成这样了？一瞬间，白的也不能这么下吧？嗯，那白棋这时候应该已经，我觉得是不是完蛋了？这棋被黑棋走完一冲的时候，白棋是打了一个。嗯，哦，这样好一些。这样好一些，他等于补在外面，但是棋精还是他补在外面，就是说他现在其实粘这个倒是可以避免这个结果，现在你好像不会来活了，但是我打完了粘上，我这不是还是留一活哦，你可能不会来活了，但问题是他不活他已经便宜很多了，这其实这样的，我打完可是我先手活哎，啊，我提到这儿，我提这儿你活吗？我活啊。那我是不是粘这个大呀？哦，活不见得有粘这个好吧？哦，我觉得现在黑棋可能会这么想，因为你不能吃到这儿，吃到这儿我活，你现在吃我这个，嗯，这不就达到了我冲断你打里边的目的，然后你还损了，打了我一下，而且中间还被分开了，我还多了个端，我就粘回来就行。这个比我冲断的时候你不粘这个，你直接吃黑的更好。那这么说的话，当时黑棋冲断，白棋只能那不能忍，那不肯忍啊，那。你又不肯忍之后你就更惨了，那没办法这也是没办法，这个没有办法忍对，就是不能忍，嗯，忍反正也是完蛋，嗯，我这样反正好歹只能说黑棋这个壮烈一些，只能说黑棋这个后续手段留得很足，黑棋下得好，嗯，下得好，这棋走完了粘实战，白棋是选择了一种跟你拼了的转换，嗯，白棋是拔了，黑棋打吃，嗯，那样棋精就被黑棋给开掉了。对，这样里边就没棋了，嗯，我也不用补了。但是，就一人吃了俩，但是一人吃俩，我们可以看到黑棋吃的两个，从战略上或者从价值上来说，嗯，就比白棋那个明显是要大得多。嗯，所以下成这样，我感觉白棋已经炸了。嗯，就连得上吗？这问题是？而且中间确实，我觉得。黑棋只要不想他连，还他是连不上的。让你白棋跳，让你连白的目数是不都不够。他实战就是选择了让他连，我看他就连，他就挡这个。啊，这可能是已经是最稳妥的一种下法。我觉得这个下法叫什么？做人留一线。毕竟下完棋还要相接，还是好朋友。哦，这个我觉得就这个就没有什么不行的。嗯。只要我就分段你这个白的很危险，嗯，他这个肯定是一种非常清楚的一种形式判断，嗯，没必要没有必要，三字没必要，牢牢的把控守住就可以了，嗯，这是黑棋觉得够了，嗯，然后哎，这步棋也是很大，这个走完了之后还有后续的这个冲的，这顶完三个字吃了，嗯，比想象中的大，嗯，白棋点进来，这样的话是这个地方有拖，嗯，这个地方有拖，嗯，但这都都是小问题，不重要，嗯，这冲你看黑的这都是顶在这儿的，嗯，不糊死你又怎么了，我狠一点我这退又怎么了，确实很想退，我退回来吗，嗯，这也太稳的已经是稳住，给足了面子啊，我觉得，嗯，这个可能从这部棋来看这个胜负应该不是小胜负，应该优势很大了，这个我觉得这个退我是没有看出一点点问题啊，嗯，我没觉得这个退有任何的问题，他这个棋就选择顶住被白棋加一个，这确实很太稳了，这也黑棋只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活了就行，哎，我这个目数无所谓了。一加，然后就这粘粘就走一走，粘，嗯，也是很大呀，这个地方还，嗯，然后哇，真的有点稳哦。嗯，
这太稳了，这太稳了，这太稳了。这个其实我们都不需要判断形势，从他这个招法上就能看得出来。黑棋就是，如果你不看这形势的话，我感觉黑棋这棋下的毫无进取心，招招都是非常的消极。但是形势就是可能优势太大了。白棋就是一种超级简明定型的下法。这被白棋捞了一票，白棋很舒服，飞过来，冲，顶一个，活棋。现在黑棋就是一边活棋一边稍微的冲击一下白棋。黑的是在活棋啊？这我不知道。哦，我以为就是他为什么要在这顶来两下？这白棋不是中间有点连不上吗？黑的棋是已经活了，黑的自己还能有啥问题啊？我这尖着还有只眼，那满身都是眼。我就在想他往这边走棋，要是我的话，我感觉可能会把这个棋做回来。我前面已经稳成这样了，稍微冲击两下不过分吧？不过分，打打劫玩玩吗？提点，这个劫对于黑棋来说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担忧的，然后这个应该挤过吧？我感觉这个还能少收好多官子，这个不打了，冲挡，然后白棋他是先拐这个，但先拐这个，黑棋是提劫，白棋冲当劫材用，然后提回来，粘上，这也是劫材，提，没提，懒得提了，挡住，你看吧，他还是。他不是一边为木一边做活，就觉得逆收四目，好吧，逆收五目吧，应该是逆收五目挺炸的，行吧，他就是真的抠着木下，就觉得反正赢了，那么白棋尝，尝一下先手跳，又提，没事提一下找劫，再提回来。断一下，那不亏。再提，白棋也是扑一下，再提，拐，白棋也是收控，黑棋再提。机会来了吗？这是机会来了吗？这真的不会死吗？这不会死吗？这个有点儿，白的找，我觉得白棋是在找台阶，这不是机会来了，这肯定找台阶。我以为是，这个确实，我们现在已经跟上进程了。跟上进程，这下到这还在下是吗？对，打完一冲，这我们刚跟上进程，下一步他是不是应该要认输啊？尖，这里是不是还有没有眼？有眼呐，尖完这你得先扳我一下。白棋这个确实是白棋得先扳一下。这得顽强成啥样呀？扳一下之后，然后这劫是先立掉，反正立一下不亏吧。立一下，一样的，挡这个。这个劫对黑棋来说倒也不算无忧劫，但问题是这个蹭住也是打劫呀。那我还不能连环劫杀你一块啊。你走我冲先手冲，不是打个劫吗？这打劫我吃一块可以吧？冲他连环劫杀也行，这样白棋应该是不太行，不太妙，单挡一样，立也只能挡着。对，一样的，我立你挡住嘛。好一点，信一点，万一大龙死了少死点。
这个白棋现在等于是在强撑了。嗯，就是我利益，哪怕我把这些全走掉，我就跟你打劫，我这个拿劫财当劫财用就行了。哎，这边你冲的时候，我如果粘上是什么？有没有可能蹭入啊？哦，好像是的。哦，那这局部没哎，蹭住了吗？冲呢？退。冲。冲。就挤打劫，还是打劫？就强行挤进来，嗯，让往这冲是什么？好像可以把这气的从这儿溜。哦，还有这种招法？嗯，哇，其实不重要了，黑的拿着当劫财，我就不打劫活嘛，我就打就完了。嗯，我这局部十枚劫还打不爆你，给你打爆了。嗯，我一枚就够了，两三枚就万劫不应。这个还是就转换嘛，你提到这儿你可以打完提三个，这一中全给你提了，但是你这全死了总不行。嗯，还是白棋这个地方确实是在强撑了。嗯，白的还是不行。 嗯，应该我估计走两手黑棋力，对，白棋还是得搬掉这一下的。嗯，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黑棋是非常非常厚的啊，白棋打这个的时候，黑棋打这个黑的进杀了白棋。白的就找球头场，这后手就提过来没眼，你提三个我提回来是个假眼，这没用，就已经进死了。就你现在吃这个，他是这方团一个就行。哇，很妙啊！这是团着啥？嗯，白也死。嗯，就是咱们这个地方千万要小点心，就别点进去。对，别点进去，别去拐。拐也行，拐也可以，都可以，拐也可以，不能断，嗯、不能挤。这个力是先手，搬搬吧，这个好像看上去清楚点。嗯、对，这个进杀了，进杀了，嗯、应该是而且对，结果也刚出来。黑棋还要这儿先打一下，这块棋也是连通的。对，结果也刚出来，黑中盘山，他这个是找那个球头场嘛？那我们很圆满啊，我们这盘棋。刚刚好，刚刚好。那接下来还有一盘精彩的对局是在柯洁和伊林涛之间进行的。现在请大家先稍事休息，一会儿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也许你。